近日，许多王栎鑫的粉丝召集王栎鑫微博降成了皇威，催促他多发照营业。7月2号，王栎鑫在微博分享一张与刚出道时期自己的海报的合照，并发文道：“你们是说他变黄了是吗？”照片中，王栎鑫指着墙上等身的多年前的自己，那时的他面容青涩，眼皮微肿，现在的轮廓更加清瘦分明，尽显成熟魅力。对此，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哥真的多营业吧，是让你发18张的那种。”是变更帅了，你怎么逆龄生长了，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？王栎鑫1989年1月18号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，中国内地男歌手，长相帅气可爱，有海豚音王子之称。他音质很特别，唱功不俗，活泼开朗的外表和酷似陈冠希，给人一种坏坏的感觉，嘻哈的风格，帅气的外表，穿透力极强的声线，展现出王栎鑫是一个音乐型男。